我真的不知道，原来在爱大华有一个超级迷你迪士尼乐园。这个是福州人的干拌面，平常呢最普遍的早餐就是吃这个。我觉得一场成功的演讲，就是要把话讲到群众的心里面去。群众如果讲了十分钟都完全没有反应，你这是肯定是一个非常失败的演讲者。国会下议院副议长倪和敏和你零距离，星期日晚9点，Astro AEC。